第一個開始。即係有再三個嘅配角，啊冇太多啊，緊要啦，我嘅設備好啱啱好啊，呢啲好嘢。哇，这真的终于打起头。
假嘅，但其實嗰下本身我估咗跌親啦。十一分都冇落，佢真係跌親。但係冇咁多刺激嘅話，我記得冇咁多刺激。都 OK 嘅，咁呢啲位好好傷嘅，喺後頭下面呢啲位，呢啲樣子嚟，都係真係。我諗住跳一跳就走。哈哈，入嚟啦！入嚟啦！入嚟啦！我唔得怕佢啲，佢喺度仲有啲怪。呢度跌親跌走。阿凌，呢個，你都仲有 ，OK 零分，新衣咯。我以為咧，你諗住幾萬咧，你之後咧就係有十歲嘅。所以你叫我今日翻手咯，啲招都算。隻手要介選你啊，咁樣單嘢。下次再見到計你睇下，計三秒，三秒就玩完啦。唔係你可以揸高背啊，跑咗成，哎跑跑咗，跑咗，咁啊同埋成得，你可以揸高背啊，你唔使成腰揸落去，完全放你。第三步，打暈全場咯，你打暈曬啦，咁打暈全場咯，因為係咁死咯。咁死啊！
吉到啦，一個十九個都犀利啦，你好犀利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，係啊。
坐時間你應該都會嘅，其實都會嘅，都會加埋你個頭盔根本含唔入去。我哋會計負據，因為你自費嘅計負據係就當有保護嚟嘅。我都係自費啊，雖然我唔保護。係咯，就係提醒呢樣嘢啊嘛。挡住咗，哎，日子赢，呢个佢你嗰刀俾佢支棍挡住咗，唔系输得太直嘅话就一定打。廿七球，够乜？好嘅，挡得好。输得太直一定斩。嗱，佢又嚟啦。你今早你唔系，已经流咗。咁嚟过嚟。